嘿嘿。哎呦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漂亮的娜娜。请父母将宝贝女儿的手交给梁超。把女儿郑重交给你，好啊，希望你更加的呵护她。到了你们家，也希望我的宝贝女儿能够孝敬公婆。她一定会的。啊！妈，你控制一下情绪吧。娜娜从小吃的苦比较多。你要用心呵护他一辈子。好的。好，请父母入座。请娜娜拿下红扇。老婆，烈焰红唇，我终于看见。我抱了抱。起身，合作愉快。起身，合作愉快。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。接下来，请给父母敬茶。妈，请喝茶。来，爸，喝茶啊。祝你们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谢谢妈。祝你们恩恩爱爱，谢谢，直到永久。谢谢爸。来，这个妈给你的。谢谢妈。百年好合哈。好。白头到老。谢谢妈。我觉得敬茶这个仪式感就是对长辈的一个交付的感谢。妈，请喝茶。哎，也对长辈的培育的一个感谢。妈，哎，来，您喝茶。来，谢谢。文娜，妈妈今天好高兴，好幸福。你就是我的女儿，我会更加的呵护、爱你、疼你。妈妈不会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。谢谢妈。这没有父母，没有我们这一世，觉得这是一个对父母的叩拜吧。来，跪。来。没事妈，没事妈，你站着就行。阿公，您喝茶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。哦，谢谢阿公，谢谢阿公，谢谢阿公。何温呐，哦，向阿公微笑。我唱支山歌，大家听。好。天空西施，他开始火箭神爽了，恭喜。新婚日子啊，哦，祝福美好啊，晚年长哦。谢谢阿公，唱得很好，唱得很好。谢谢阿公，阿公坐，阿公您坐。